日咧，我哋三個咧就嚟捧我哋個朋友場，就嚟睇個 fashion show。咁啲 fashion show 我就覺得好好奇啦，因為咧佢啲 fashion 咧，除咗係靚之外咧，係有功能性嘅。原來佢啲衫咧係做到可以殺菌啊，即係好似而家嘅病毒都幾犀利嘅。咁喺而家著佢啲衫咧，可以保護到自己，但係保護得自己嚟咧又 fashion 喎，我都好好奇啊，點解可以整得咁靚咧？所以我今日嚟睇呢個fashion show 啦。咁啊嚇！看我一身打扮啦，都是出自呢個品牌啊，即係呢個朋友。咁我覺得，哇！我覺得好好得咯，即係除咗靚之外，仲多咗一份最重要嘅就係安全感。安全感呢個安全感好重要嘅，因為我係未中過噶。哇！少有啊，未中過。原本我今日咧都係準備做呢個模特兒咧行呢個 catwalk show 嘅，咁但我婉拒咗佢，因為我等佢泳裝出嚟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應承佢嘅。咁所以就遲一次啦，下一次啦，下一次會見到大家。你好大膽啊，等佢泳裝係啊！聖誕快樂啊！聖誕快樂啊！咁嚟緊咧，我哋過咗聖誕之後咧，就開始忙啦，因為咧我哋要彩排啦，又要投入我哋嘅世界巡迴啦。咁應該二月之後咧，我哋已經我同阿蘇生啊準備去旅遊啦，就喺呢個世界各地咧就係旅遊加登台。咁啊，巡迴就會開始啦。早晚呢個 Regrettable 嘅演唱會咧，好快咧就要去到即係世界各地啦，美國啊、加拿大啊、台灣啊、星馬啊咁樣啊。咁啊，所有嘅外地嘅粉絲們咧，你哋好準備好咯噃，隨時嚟迎接我哋三個嚟啦。拉定根。聖誕節啊，我不嬲對節日又可能已經過咗幾十年了，所以沒什麼特別感覺，都是吃下飯啊，一家人開開心心，其實都是這樣，沒什麼特別慶祝。拉服裝獎啊，好，我們現在就公布了。今天大家不覺，其實我們在默默地監視著你們，你們平時的行為，還有今天特別的情況的，好，得獎的最佳衣服獎一共有三位，排名不分先後，第一位就是劉小慧小姐。最開始的時候淨口罩啦，跟住到衫啦，咁一般有功能性嘅衫，我相信都有啲核突嘅。咁但係又咁靚，即係 cutting 咁好啊！本身就算冇呢個功能性，我已經覺得好大賣點。咁再加埋有呢個功能性，即係淨係贏嗰九條街，人哋車尾燈都睇唔到，不得了。Thank you 啊！即係又著得靚，又可以有一個好好嘅保護。所以我到呢一刻都未中，所以我覺得佢係其中一個日常保護得我好大嘅一個切入點，真係真型。好啦，冇錯，多謝曬嘅聲。